对，对。姐姐啥时候去台湾的？哪一年？啊？你是哪一年去的？2004吧，2004年。对，去的时候是到台中还是台北？台中吧，台中啊。那个时候去你是为什么想着去台湾呢？什么原因呢？没有什么原因，我感觉那个没有钱的时候，去找工作赚钱回来，打开一个电器。那很多人可以去很多地方啊，韩国、日本，韩国以对，前欧洲、也新要很加多坡，钱，对呀、日本一样，你要谁那么钱？啊。哦，要交很多钱。现在没有交很多钱了，那你去台湾的时候交了多少钱呢？中介费？那个你要那个美国钱啊，对。5000，5000，5000。这么多？对，你那是哪一年呀？2000几年？2004，2004年，2004年5000美金很多了。我天哪！2004年那个时候，你知道？好像不是的，我也忘了。2004年那个时候啊，在中国很多城市的工资一个月才7、800吧。他一年的工资都没有这么多了，哦，差不多了，整个一年工资了。可是以前我不知道那个是你们的中国，以前他们也没有说不去中国，都是台湾的亲戚。哦，这是有中时国候的。有中国，我的表弟有去中国。哦。对，他在台湾回来的时候，他去中国。哦。对，他叫他哥哥也去中国。那你在台湾那边刚过去，他给你介绍什么工作？做那个电器了，哦，工厂是吧？对，电子厂那一个月给发多少钱呢？台湾了，啊？啊，台币。台币吗？啊，15000啊，15000。15580，哦，15800，800，行。15800。哎，那个这个差不多。我以前有去认识一个北疆的大姐，她那个时候她也说也是签的合同15800，但是她第一个月只拿到1200工资。你那也是吗？就是签合同是给15800，然后到那里第一个月只能领1200是吗？以前都是这样，现在他们都不敢这样子了。哦，以前都是这样，现在改善多了是吧？对，改善多了，现在他们觉得工作很好。那你以前的话，先刚到那里领1200的工资，领了几个月？我不记记不得很久了。有半年吗？不知道，现在记不得，真的，那你很弟弟久是？了。那你弟弟还在那边吗？没有，回来了。也回来了。回来，他结婚回来2年。那你在那边吃的习惯吗？不，不习惯。可是他们在那个我的那个工厂啊，他们的那个我住的那个是叫什么我忘记了，宿舍。宿舍不对，他们不给我煮饭。不给煮饭。对，可是有宿舍他们可以给我们煮饭啊。如果煮饭呢，你喜欢吃什么，你可以煮。我以前在台湾都是泡面，吃泡面。天天吃泡面，吃蛋，那宿煮舍蛋。的住宿舍的话，他收钱吗？没有。不收钱。吹，那你以空前气的，极大，这里有没有肉啊？那你以前电子厂一天工作几个小时？12个小时。12个。晚上6点半，早上8点。可是他们给那个下班的薪水很低的。那时候加班费多少？我忘了，可是我觉得很低，很少，对。
吃饭扣钱吗？没有，扣什么？我这边现在他们的工厂很好了，嗯，改变很多了。本来越来越加工人，现在日本他们的那工人很多啊。嗯。去日本也没有那么多钱啊。嗯，是的。所以还有。还好很多了。对，很。包吃包住。对。还给你医疗是吧？嗯。还看病免费的。对。所以他们现在台湾也很好了。台湾60多万越南人，吓人太多了，嗯，很多。嗯，去比较简单，学不要那么久。那你去台湾之前会汉语吗？什么？汉语啊？啊，会说吗？会，一点点都不会。一点都不会你就去了？啊，我学10天而已。学习10天？嗯。这包含在那个5000美金里面了，是吧？培训费是吧？嗯。就是你交这5000，就是培训你10天汉语，再加上飞机票，再加上签证，对吧？嗯。那还可以了，全部包括了。到那里吃饭住宿不再花一分钱，嗯，对吧？对对。那还可以。但是你交这么多之后，他还每个月扣1000呢，这个不合理哦。第一次他有扣我的钱，好像他扣错了。扣错了。对，可是我钱的时候他们他们也没给，是吧？对，没办法。我倒霉，我那个时候法律不健全，对吧？嗯，我以前过来的时候，他们都是每一个人他们给都不一样。我以前过来台湾，我是最倒霉的。最倒霉了。对。除了工资，还有什么遇到不公平的事最倒霉？嗯？啊？什么？还遇到什么不公平的事情了吗？倒霉。对。可是现在我忘了，我不要记得了。明白。记什么？对吧？就是工资没给够，对吧？对，记得干什么？现在太没有改变了。对，现在是政策好很多了。对。那姐姐，现在你开这个美容店了，如果没开美容店，你还会去工作吗？我不喜欢去台湾了。为什么？他的政策已经改变很多了。改变很多，可是我有问题，给他们有问题的。嗯，是淘宝的，是吧？嗯。我以前以为钱跑掉的时候，但是我没跑的时候，我出去外面的时候没有，在那个公司不能你在外面睡觉啊。对对。你去的时候，他马上拉黑名单了。他报告你的时候，他报告你检查什么，那你完了蛋。是。你就回去。2004年，你正年轻啊，对不对？对，23。嗯，对。那有没有想着在那边结婚吗？有很多人知道我不想。你为什么回来？你知道吗？啊。话就沟通话不了啊。你汉语现在说这么好，还沟通不了？可是以前的时候我刚来的时候我不懂，我住一点点的时候，我跟他们坐着，我一起吃，还有我回来我要看那个木台啊，嗯，对，我看木台，还有我听他们我上课，然后他们讲，那时候我才懂，以前我不会懂那么多。你要以前懂的话，肯定有可能就留在台湾不回来。跟越南吵架也比较很好。哎，在台湾10几万越南人常年生活在那里啊。可是啊。哎，十几万人常年生活在台湾了。对，有很多人结婚了。嗯。有时候老公也对很好，有时候老公一样哈。啊。对，看缘分运气。你如果你的顺境的时候，你见到碰到那个好人，你。对，不好的话，你看那个坏人的时候，你是一定死定你。对，是。哎，我听到好人就运气好，对，坏人就很倒霉。对，可是在这边也是我的国家。对，所以不要是怕，不要害怕。对，那不要说我是可以走开吧？对。那他们的国家怎么可能呢？是的，是的。你想回家的时候，你也很难困难。嗯。那你回去的时候，他们也一直讲，哎呀，你跟台湾
结婚的时候拿钱给台湾的，为什么现在你离婚？为什么你回去呢？你一定没有钱。可是我在，对你不好。我在我的国家，我说嘞，放手也没管，没人管你，知道吗？你生活就是这样，我舒服我就和你在一起，不舒服对我就回来分手啊。是的，是的，在哪里都一样。对。可是你，如果你嫁给那个别人，那个是台湾人吧，那个是国人的，那时候你肯定要很好。可是你不好的时候，那你们的那个生活国家的时候，他们就会讲。嗯，是的。你知道？那陶先生呢？他被挂出来。不，哪里？